主料，燕麦片70克，面粉200克，辅料，白砂糖，发酵粉，温水，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发酵粉用温水化开，加入燕麦片，再加入面粉，和成面团放置发酵，发酵成原来的两倍大，把发酵好的拿出来排气，搓成长条，再切成相等的剂子，搓成圆形，上蒸锅蒸20分钟，关火慢3分钟再取出，完成。烹饪技巧，燕麦要提前泡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